社主，这北京城哦，为了乱酒哦，加加闹热呢。当然啦、啊，这是帝都啊。宝贝啊！功夫果然厉害，用一朵花就会当抓到毒贩，实在令人钦佩哦。哈，可惜啊，可惜。可惜我这朵好花啊。社主，这宝贝王爷是什么人呢？功夫确实很厉害啊。他正式封号是宝贤君王，他的老母是太祖皇帝上世查某囝，宝庆长公主。辈分这么高哦，那你讲宝庆长公主是当今皇上的阿哥，这宝贝王爷甲当今皇上是同辈咯？无唔对，先帝永乐大帝在世时阵，十分宠爱这个群臣啊，因此授伊为儿子，赐国姓封宝庆君王。那你算来，宝庆君王是当今皇上的二弟咯？当然咯，我伫咧洛安州的时阵。时常听起宝贤君王过去的传闻，我以为伊只是干那会用斗鸡做狗了几啊件，想袂到伊的武功竟然这么厉害，也会挥花伤人呐。这京城来有这种人物，确实让咱料想袂到。一摆咱到京城来，人物重大，恐惊过去会成为咱计划中的阻碍。
年都无剩。哎呦啊！行啦，等下，你袂晓答？姑娘，咱素不相识，你是安怎叫阮等下啊？本姑娘真无简单，才会当伫这个北京城找到一间啊破草厝住呢。哎呀，厝顶已经有够厚，有够烂。特别来落雨吼，都落到安尼满世界，落到连一件围脚被都无得穿，你知影唔知啊？这，你这老外婆啊，啊无你打老虎，跟阮家有啥物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咯，啊你倒一间厝顶唔去打，打阮家的厝顶，啊跟阮厝顶打到歹。慷慨人是无常常有安尼，啊，都准讲我厝顶借你搭过，啊，嘛是安尼付租金着啊。听来虽然是道理不正，不过世人要三分的同情。姑娘，陪阿上一个银娘，我可答应啊。可是心无分文。实在是难行。啥话啊？我讲到嘴甲全破，你讲你无钱？是啊，钱拢用完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两公啊，我先拿你这个厝尾顶的租金，安尼好不？哎，兄弟啊，咱头一摆见面的，你都是要欠笑，安尼无意思啦。哎，啊！你这个人顺超过呢，要无钱就是无钱啦，人肉咸咸，啊！无你是要安怎？无钱啊！你若无钱嘛，若无，提这个都想你，真正袂堪要人去哦！我看你哦，根本就毋是老抹布，你根本就土匪婆嘛！我甲你讲哦。阮大个玉佩是借值钱的哦，你紧来，伊啊若无，我是对你无客气哦。嘿，啊，妈讲嘛，啊，只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。什么？你石头这些？好啊，姑娘，这块玉佩是价值袂少钱哦，送你，希望你成家立业，好自为之啊。你厝顶吼，我伫修理个好势好势，兄弟啊，多谢你哦。哎呀，这个姑娘实在真特殊啊。李神汉龙世子朱家梦，叩见殿下千秋。不用道理，咱本是一家人。父王甲汉龙是兄弟，本宫甲你是同兄弟，不用太苦累啊。感谢殿下恩宠。来，请坐。难得这次你对洛安州里来，本宫应该好好招待你，为你引荐北京城中几位皇亲甲大臣啊。圣文殿下，是要甲我引荐倒几位皇亲甲大臣？譬如三条元老、花界殿大学士杨士奇、兵部尚书夏元杰，也阁有，对啦，咱的姑婆宝庆长公主啊。